结束，接下去我们请 Carol 和淑珍姐妹献诗。
大，但是感谢主，让我们有唱到了。这首歌哈，它是叶维新填词，袁培华弟兄作曲哈。这首歌，它我们就是眼光，用上帝的眼光来看所有的事情，我们的心会更开阔哈。所以说，我们不要小看自己的能力，不要以为自己做不到，看主，我们靠着主能够完成一切。感谢Carol 和淑珍姐，因为看到大家，上帝一定看到我们心里面的眼光。坐下，坐下。好，我们今天圣经的章节是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兄弟也是经历过这样的苦难。那似诸般恩典，神在基督里照你们，得享他们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今天很荣幸哈，能够有莫正义莫牧师哈来这边帮我们证道，在这边做一个给牧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那莫牧师是台南神学院的博士啊，主修教牧心理与协谈。那来美国之前呢，莫牧师担任嘉义生命线主任长达12年半的时间。来美国之后呢，莫牧师担任纽约双恩灵力侍奉神学院的副院长兼教务长。那莫牧师今天的讲到的题目是胜过被冒犯，我欢迎莫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来到 Austin 来过着退休的生活，非常欢喜跟我的女儿三个做伙在这个地方。我们离差不多开车5分钟而已，受到我的后生女儿的疼惜。我的女儿今天人也来在这里，来 Christina 站起来给大家请安一下，站起来一下，站起来一下。容许我用华语来讲好吗？因为上两个礼拜都是华语发音，今天我们的思会也是华语。其实我台语也讲得很好，因为我以前在大学教书的时候，在彰师大在教教官班研究所用台语在讲，他们听不懂我才用华语。其实我台语也很好讲，不过我试看看我用华语好吗？好，好，我们还没有来想今天透过彼得前书第五章七到十一节来想胜过被冒犯之前，我们先低头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满心喜悦今天能够跟我们众弟兄姐妹齐聚一堂，来高歌，来颂赞，来仰望，来敬拜你。主，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不止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也有天使跟我们一起同敬拜，也有线上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来荣耀神。愿我们天父把你的荣耀就降临充满这个圣殿，我们的牧师在台湾，主你也保守他的行程，一切都平安，也来眷顾我们。今天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赐福我们的心不奔跑在外，而是在这个地方充充满满，由父神你的祝福跟恩典充满我们会堂当中。那不属父神的，那不属神的，不属神所喜悦的，奉耶稣你们斥责完全离开，跟我们没有任何的牵连。愿父神你的荣耀大大的降临，感谢奉耶稣的名，阿们。胜过被冒犯，那请问什么叫冒犯？冒犯如果用台语来翻译很难翻译了，讲冒犯，冒犯，那请问冒犯，冒犯讲华语反而是比较更清楚。
他在圣经里面冒犯常常是、他在圣经里面是用什么样 来讲的呢？在圣经里面是说跌倒、绊倒、得罪或者是不服、冒犯、啊、那我举个例子，我们的牧师蔡牧师讲完道做完礼拜会不会站在外面跟大家 say hello？也会不会跟大家握手、啊、如果有一天好几个人走过去，牧师都跟他们握手，跟他们说 Hello、啊、最近好不好 啊结果我走过去的牧师竟然没有跟我说好，没有跟我说平安，我心里会不会觉得难过？会不会？你当然不会难过啊，因为不是你是我啊。那请问如果你走过去，牧师跟大家都 say hello 就没有跟你 say hello， 你会不会难过？不会的举手，我看哪一个不正常。我竟然有四个不正常的嘞，那其他都会难过，对不对？那为什么你会难过？因为被冒犯了啦。吼、哦，你要看，看我拢无，看鸟也无点。哇，看我这个样子，他就是专门在找我的茬。你看，每个人走过去就笑哈哈的，看到我就有看没有到，有听没有见。哇，我跟牧师说平安，他还不理我嘞。好。那接下去你会决定什么样 的行为？好，下个礼拜我还去给你礼拜啊，我就不去做礼拜。有没有被冒犯？有啊。我曾经在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后面有管风琴，哇，那个社区就在中午做完礼拜，下午的时间四五十个喜欢唱歌的啊，我们那个讲台蛮大的，大家坐在台上。来 在那边、练唱，练唱的结果，因为前面那个外面那个楼梯上来，那有一阶一阶上来之后，二楼才是礼拜堂。那上来的时候，哎，因为有一个姐妹她迟到，她就从后面走进来，前面坐了四五十个，其中有一个唔捌字啦，不识字的，哎，姐妹啊。今天轮到你事情，你今天竟然没有来，请问这个姐妹有没有被冒犯？有没有被冒犯？结果她被冒犯了，然后她就找谁出气？找我出气啊，因为我是牧师啊。啊，牧师轮到我今天事情，你怎么没有跟我讲？啊，请问我有没有被冒犯？那我该怎么办？那事情又不是我 在通知的，那是排周报的人，他今天他应该跟你讲说你今天是事情，他应该说谁你是会你事情怎么样，那个是排周到的人，排周报的人要跟你通知的，不是我。那我如果当场这样回过去的话，谁又被冒犯了？做周报的人，那做周报的人以后说啊，干脆我就不要做了。所以我们当中曾经当过长老的，麻烦举手一下，包括现任的，有没有？好，谢谢。当过执事的，麻烦举手一下。这个长老不在立。好，谢谢。我很多人啊，你有当过这个团契负责人的，麻烦举手一下。好，谢谢。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有啊。哎，我没有领薪水的呢，我做的还比你多呢。啊，你怎么可以讲这样？哦，啊，你们当长老怎么可以这样？你们当牧师的怎么可以这样？你当执事的怎么可以这样？哦，被责备的好像很有道理呢。我是在出事来让你糟蹋的呢，哇，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哎呀，就被冒犯了。好，下个礼拜就不去了，就换教会了。这种情况多不多？请问能够当到长老、当过执事、当团契的负责人，请问他的属灵生命好不好？应该比一般的好吧？不然那怎么当长老，对不对？小兵长老、卢长老，对不对？对啦。啊，如果牧师呢？当时我就一声不响的，我都没有讲话，我只讲了两个字：抱歉。我站起来跟他鞠躬，抱歉，然后我就坐下去。我一句话就没有第二句话了。做完礼拜，下一个礼拜之后，做完礼拜他就啊，我们都有每一次都有聚餐，都一起吃饭，他就坐到我旁边来，就夹菜。哎呀，牧师啊，这个肉好吃啊，这个菜好吃啊。他都没有讲 sorry， 但是从他的行为，他在表达什么？
我知道我错了啦，不应该责备你，因为通知施情的人是谁？做周报的那一个长老啦。所以抱歉啦，我上个礼拜哈这样当众啊骂你，实在很抱歉。他没有讲出来，但是我接受了。那知错，知错能改怎么样？善莫大焉啦。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冒犯。请问我们被冒犯的机会多不多？多耶！来参加乒乓球打球，哇，那个小兵长老都跟他打，都不跟我打，我有没有被小兵长老冒犯？其实小兵长老不会这样，我小兵长老他真的很棒，他照顾每一个桌球队的这个乒乓球员哦，都很用心的啦。他，但是我请问，我们常常被冒犯，那请问我们会不会常常冒犯别人？会不会？会啊。我们常常也会冒犯别人，所以第一个，我们不要把这个冒犯、被冒犯的这个，好像是魔鬼放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一个诱饵，哎，诱饵，你会说那个细汉囡仔哈，不是那个小孩子诱饵，是诱饵，就是小时候我看那个阿嬷哈，她在抓老鼠很厉害，那老鼠两只这样过来哈，她这样手两只一抓哈，两只都抓到哈，那我没有那种功夫啊。所以我就放了个诱饵，有没有那个老鼠啊？那个笼子里面就放了几块肉，那个老鼠丢丢丢丢过来，嘣哇，砰啊，就被关注了在里面的，哇，就变成待宰的羔羊了。刚才所念的圣经说什么啊？能够放回去刚才的圣经经文吗？刚才的经文怎么说呢？他说第八节说：“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记得哦，魔鬼他的任务是什么？你如果去看约伯记的话，你会发现魔鬼他的任务就是坐在上帝的施恩宝座前，一天到晚一天到晚吃饱撑着没事干，在做什么？在控告弟兄姐妹了。所以我请问你，不去惹魔鬼，惹魔鬼会不会惹你？会不会？会啊！你不会说，哎呀，我都做好事，我没有怎么样，我都一天到晚都读圣经的祷告了，我很热心了，我什么事情都没有，没有做错。我告诉你，魔鬼也会惹你啦。请问，如果一杯开水它是100%的水，你喝不喝？如果只有1%的农药，你喝不喝？喝不喝？当然不喝啦，为什么？吃下去一定会死掉。那我请问，你没有吃过农药，你怎么知道会死掉？因为这是经验嘛。很多人都认为说，我没有尝试过，我没有经历过的，哪有圣灵，哪有上帝，哪有神迹？没有，你就认为它不存在。它存在啊。那这个很明显的，这个你有把那个 slide 把它打回来好吗？那个本论的第一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个诱饵常常存在。你不要以为我不理他就不会就没有关系，因为魔鬼他会把这个诱饵来引导我们啊。第一点，来回去第一个，因为这个诱饵魔鬼他很厉害。来，请问常常会冒犯我们的是谁？是路边那个陌生人吗？最亲密的啦，你的爱人在你旁边陪你睡觉的那一个啦，他最会冒犯你，你信不信？哦，今天我回来怎么没有说安娜大？没有哇？前天、昨天都有，今天怎么没有？就被冒犯了。为什么人家一定要跟你说安娜大？因为他在忙啊，他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跟你讲？他没有这样跟你讲，你就觉得你被冒犯。越亲近的人越会被冒犯，也越会冒犯。所以在教会里面，谁跟谁这个冲突会最多，被冒犯的经验或者是机会最多，就牧师跟长老嘛，牧师跟长子嘛，长老跟执事嘛，会有弟兄姐妹之间嘛。所以我们不要中了魔鬼的计。这个魔鬼很混球，你知道吗？他会用这个陷阱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让我们很轻易的带来的愤怒、怨恨、批评，充满了我们的心，然后带来什么？分裂和背叛，使我们在属灵的上面失去的用处。我们 看到很多属灵的长者或者是前辈，他们到后来跌倒在哪一个地方，就跌倒在被冒犯，从此他就销声匿迹。好吧，大多做多错，小少做少错，不做没错，所以算的啦。所以他很热心，到后来他就再也不热心了，失去了属灵上的这个用处。好，第二个，上帝手中有用的人都一定要胜过被冒犯。来，请问在圣经里面你可以找出哪几个人被冒犯，曾经被冒犯？约瑟有没有？约瑟有没有？摩西有没有？但尼利有没有？大卫王有没有？有啊，所有在圣经里面神所重用的人，哪一个没有胜过被冒犯？哪一个不被冒犯的？通通都有，很多很多啊。我们就讲大卫好了。大卫他一共有几个兄弟？八个。当撒母耳上帝启示他，你要去耶西的家去找这个啊，他们家就有这个要接续扫罗当王的，你去选一个。哇，去一看，哇，这个怎么长得这么俊俏美丽？这个应该是上帝所要选的。上帝跟撒母耳说，不要看外表。一个、两个、三个、四五个、六个、七个，选完之后都没有中意的，撒母耳就开始心生怀疑，说：“哎，上帝明明说这个王要从这个家里面出来，怎么没有呢？”结果撒母耳就问这个爸爸说：“你的孩子都在这里的吗？”他说：“哦，没有了，还有一个在外面，在那边在看羊牧羊了。”就把他找回来，找回来，手也没有洗，脸也没有洗，就这样进来了。后来上帝跟他说，就是这一个，你如果是大卫，你会觉得怎么样？吼，酸甲拢无啊，惊甲拢无，安尼讲，无牛塞马嘛好，无鱼嘛虾嘛好，哇，什么人都没有，选到后来没有了，才选到我，你们把我当什么啊？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啊，你会认为我是备胎。但是大卫有没有把这个诱饵吃下去？没有。到后来大卫他慢慢的他后来他还没有正式完全当以色列的国王之前，他先当支派的王。那时候他手下有600个，他就叫几个人就去找这个拿巴。你如果去看那个撒母耳记上25章，撒母耳记上25章，他就找几个人去找拿巴，这个部下去找拿巴，跟拿巴说：“哎，你之所以能够在这个地方，这个牧羊啦、安居乐业啦，是因为我们的主人大卫来照顾你们的。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说你没有交保护费啦，所以你要继续能够安居乐业的话，你要生意昌隆，你要交保护费。”哇，这个拿巴一看，他就很生气。算哪根葱哪根蒜 你还要来跟我收保护费？圣经当然不是这样写的，是用我们今天的话，就不甩他。哇，这些仆人回去之后，这个大卫听到他的部下这样报告之后，他很生气，带着他600个人当中的400个，就 前往要去找这个拿巴算账。这个拿巴因为人非常粗犷，他就好像他的名字这个 名字叫做愚妄的意思。这个拿巴的太太叫做拿巴的太太叫做亚比该。这个亚比该一听到，他哇不行，他这样子的话，我的老公的家里就会被抄家灭族，所以他就煮了很多的好吃的东西，带了很多的这个礼物，就到这个大卫王的面前说：“大卫啊，抱歉啊，不要这样子啦，我的老公拿巴就好像他的名字哦，他真的是一个愚妄粗犷的人，你不要跟他一样啊。你流人的血，
日后上帝也会找你算账啊。他没有讲得这么清楚啊，那是我的翻译啊。啊，你不要这样子落入这个敌人魔鬼的把柄里面，你以后是要当王的，你怎么可以跟我的老公拿巴一样呢？你不要跟他一样啊。就这样说好拜托，就这样子。哎呀，拜托啦，你是大人有大量啦，你不要记恨他。结果拿巴都不知道这件事情，他的太太亚比该做了这件事，大卫非常高兴，他说好吧，就看在你啊这个面子上啊，这个你也跟我说不要去找拿巴，不然的话以后上帝他不容许我，如果我当了王，我流人之的血，那上帝不是也不饶我的性命吗？所以他就很高兴回去了。啊，这件事情隔天拿巴他喝酒，他很高兴，但是他就开始就倒地不起，十天之后他就死掉了。啊，这个讯息很快的就传到大卫的耳朵里面，大卫就去啊，就派人去拿巴的家里，因为拿巴死掉了，就去跟亚比该提亲，结果后来亚比该就嫁给这个大卫，也成为啊这个王族里面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可以发现，神手中有用的人都必须胜过被冒犯。那下一页，对于冒犯的处理是末后日子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马太福音第24章第10节啊，他记载说，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那时必有很多人跌倒，意思就是末日的时候很多人跌倒。这个跌倒在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被冒犯，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为什么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因为被冒犯，结果他不是这个意思，我解释成这个意思，然后就起冲突，就被冒犯。这个就是末日的时候非常危险。当上帝他呼召我们进入一个所不了解的领域，我们被冒犯的情形就大大的增加。请问来到美国已经超过40年的举手一下，40年的，哇，将近一半，30年的，30年以上的，谢谢，20年以上的，10年以上的，10年以下的，好，哎，我们赖长老才来10年嘛，10年以下，那请问有没有在这个地方英文因为英文被冒犯？有哦，啊，被冒犯，年轻人笑我们英文不好比较多，或者是长者笑我们的会比较多。年轻人，我很没有胆量跟年轻人讲英语，他有时候讲一次，哎，讲得很快，而且我耳朵以前有开刀，而且我有耳鸣，所以我听力不是很好，我右边可以听得到，而左边听不到，所以你从左边来跟我讲话，我要转这样去听。特别这年轻人讲话又快，像我女儿她讲英文就很快，我说你慢一点慢一点，然后他讲一次我们听不清楚，他在这边讲听不清楚，第二次他讲很快又听不清楚，请问你敢问第三次吗？我真的如果这样被冒犯之后啊，整个别说了，我们说台语比较稳了，啊，就别跟人家在那里自己讨皮听讨皮上，我们就闪开了，我们也会常常被冒犯。那请问你既然来到美国了，你就要在这边生根了，对不对？你要在这边活下去啊，那这样怎么办？你没有胜过这个被冒犯，你要如何在美国定居下来呢？我那个时候来了之后，我就想说我拿到美国公民我就要回去了，结果来了3年之后，我知道我回不去了，我就跟我台中原来的教会说我回不去了，不要再等我了。所以我3年后回去跟他们说不要等我，我没有办法回来了。
那我如果没有胜过这个被冒犯，我要怎么在这个地方 来生根呢？所以当我们进入一个我们不了解的领域，我们被冒犯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来增加。如果我们愿意让主的光照，让主来做工，我们被冒犯的经历可以让我们加速成长，让我们加速变化。下一页。那请问冒犯的本质是什么？冒犯就是别人所作所为所言，或者是上帝所作所言所行跟我们的期待相反，那个就是如果有不高兴，那就是被冒犯。你会说，哦，人会冒犯我们，诶，我可以了解，但是上帝会冒犯我，会吗？上帝冒犯我们，不是上帝冒犯我们，是上帝他所做的没合乎我们的利益需求或者利益期待，然后我们认为上帝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怎么对小兵长老那么好，哦，他长得那么高，每次打乒乓球跟他掉到旁边去，他脚一跨手一伸就伸到了，啊，我跑了两三步还伸不到，我都偏爱小兵长老，哎，上帝你不公平啊，上帝我练了乒乓球十年的，啊，小兵，啊，练几年不晓得，好，假设五年了，哦，他练了五年就可以这样子打赢我十年，上帝，啊，你根本不公平，有没有？上帝啊，你冒犯我了，有没有？有啊。所以我如果认为上帝冒犯我，那在我的属灵生命里面，我要不要原谅上帝？你说啊，上帝高高在上，他不会做错，还要你原谅吗？对啊，我原谅他不是在原谅上帝的，我是原谅我自己，来说上帝啊，抱歉啊，我误解你了，所以我不应该这样，求你怜悯我。了解我意思吗？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认为，哎呀，我们不必原谅上帝。要，你很多时候你误解了上帝，包括我在内，我们常常误解上帝啊，上帝啊，好运都不在我身上，怎么都在他身上？我来这个教会已经五十年了，还没有当长老啊！不要说当长老，连执事都没有当啊！人家那个赖长老来没有十年就当到长老，抱歉了哦，我这样有没有冒犯你？有没有？赶快摇头吧！我们很容易被冒犯的事情消磨了我们的心力，然后我们半夜就睡不着，就越想越气，越想越愤怒，越想越睡不着，然后说吼，好，就自己当成辩护律师，对嘛，他怎么可以这样，就越想越生气。因为我们的需求没有被满足，那我请问，人家一定要满足你的需求吗？因为我对他有期待，他所言所行所说所想跟我的期待相反。虽然我们时常认为冒犯者的行为是错误的，其实我们的期望或利益没有满足，自觉人格遭到侮辱，我们就认为他是我们的债务人。其实这个很重要的，在让我们知道什么冒犯的本质，就是让我们的老我显现出来。我们被冒犯的时候，我们可以忍气吞声，我们可以去面对这个冒犯的事件，我们可以去来面对上帝， 来跟上帝来求救，跟上帝认罪，跟上帝求援助。那这一个你的层次又高了一层，又高了一层，又高了一层。所以被冒犯有没有它的功能？有啊。被冒犯有没有它的这个价值存在？有啊。所以被冒犯之后，来，我们下一页。被冒犯之后，
的危险状态。请问耶稣在世上有没有被冒犯？我举个例子，马大几个兄弟姐妹，玛利亚、马大还有一个弟弟拉撒路，对不对？拉撒路死的时候，马大跟耶稣叫人家去跟耶稣通风报信，说我弟弟死了。请问如果今天你听到了，你最好的朋友他们三个姐弟相依为命，圣经说这个三个兄弟姐妹跟耶稣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对不对？他们的关系非常亲密，这样的关系亲密里面，这个拉撒路死了，耶稣该怎么做？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就算当下不能去，会不会赖给马大？会不会微信给马大？会不会 email 给马大？你说我手上没有手机，至少你也拜托小兵长老跟他讲一下，对不对？会啊。但是耶稣到了几天才去？死了几天？四天啊。依照这个我们的了解，死三天开始身体就开始腐烂了。哦，耶稣你搞什么东东啊，我弟弟死了，你没有第一个时间就来 找我来安慰我。马大怎么说？你怎么今天才来啊？都已经死了啦，用我们的话来讲，没有用啦。你跟我是麻吉麻吉的，我听你在乱吼嘞。耶稣有没有被冒犯？有啊。当耶稣让瞎子得以看见，手枯干的得以复原，瘸腿的可以走路，耳聋的可以听见，那些法利赛人他们说：哇，好棒棒哦，好棒棒哦，是吗？那些法利赛人所做的什么？就置他于死地，把他钉十字架。请问耶稣有没有被冒犯？有啊，才多嘞！你的被冒犯跟耶稣的被冒犯比起来，谁的被冒犯多呢？我们真的是跟耶稣所被冒犯，真的差太多太多了。不止这样子，耶稣让十个大麻风的被医治，几个回来跟耶稣 say thank you， 几个？一个。所以你用十分之一的原理差不多了。这个教会如果有100个，大概祷告会都差不多几个？10个、哦、就算很不错了，感谢主，哈利路亚，阿们了。十分之一，那9个在哪里呢？我有时候在胡思乱想，那9个可能有几个不晓得。当时耶稣被钉十字架，也躲在那个十字架下面，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当耶稣被审判的时候，高声呼喊钉他十字架，有没有这9个当中几个？可能有没有？可能有啊。破心肝哦，你吃过你嫌臭车？耶稣他自己走向哥哥他，他自己被钉十字架，他非常孤单的走这一条路，他被冒犯，他愿意吗？但是主耶稣他愿意。下一个礼拜是受难周，在下一个礼拜就是复活节。我们如果想到耶稣被冒犯，想到耶稣被抛弃，想到耶稣被遗弃，我们的被冒犯又算什么呢？被冒犯一定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把它越过，把它胜过。
如果没有胜过被冒犯，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为主所用。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人物，叫做谁？叫做亚沙龙。你如果有空去翻开，回去你可以去翻开《撒母耳记下》13-18。《撒母耳记下》13-18记载亚沙龙。亚沙龙是大卫王的第三个儿子。大卫王的第一个儿子长子是暗嫩。暗嫩跟亚沙龙两个是同父异母。这个暗嫩喜欢亚沙龙的同父同母的妹妹他玛。这个老大暗嫩是长子，应该是王位继承人。然后老二照圣经所记载，他出生只有名字记载就不见了，可能我想就可能是早就死掉了，夭折了，我不知道。应该是老大在，就老三亚沙龙。这个老大暗嫩爱上了亚沙龙同父同母的妹妹他玛。哇，这个暗嫩，这个近朱则红，近墨则黑，交到坏朋友。那个近墨则黑的那个墨，不是墨正义的墨啦，是墨水的墨。这个暗嫩，这个暗嫩喜欢他嘛？他交到一个坏朋友，他就问他的坏朋友：“要怎么样才能让暗嫩爱上我？才能跟他有一腿？”这个坏朋友跟他说：“你就装病嘛，你装病之后就跟你的父王大卫王就跟他说，我生病，请我的妹妹。”熬药熬汤 就拿到我的床前来。结果这个爸爸大卫也笨笨呆呆的，也就叫这个暗嫩说，好啊，去看你哥哥，你哥哥病了，卧病在床。结果去了之后，他就把这个药就拿到暗嫩床前拿到那他的寝室里面。里面有一些人嘛，这个暗嫩暗嫩就叫大家都退下去，然后剩下这一个他玛，就剩下他玛。他说：“你把那个汤拿过来。”他拿过来之后，他一把抓住就要捂住他。他说：“你不要这样子啦，你说要我的话，你跟爸爸说，请爸爸让我嫁给你，爸爸一定肯的，我们就名正言顺来，我们不要这样子。”结果没有，他就捂住他，就把他玷污了。玷污之后，这个被玷污的他嘛，有够衰的啦，有够倒霉的。圣经说，暗嫩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哇，我被你玷污，还要被你恨。不止这样，你去看圣经，他还把他赶出去，就把他关起来，就不理他了。哇，这个妹妹他嘛很难过，在外面就碰到了这个哥哥亚沙龙。亚沙龙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愤愤不平，就把他收留在，就亚沙龙说，妹妹，你这件事情哥哥为你处理，就在家里吧。这件事情大卫王知道的非常愤怒，但是愤怒有做什么吗？都没有，因为手心手弱，手心手背都是肉，所以他没有做什么样的处理。这个哥哥亚沙龙就非常的愤怒。请问爸爸大卫没有做什么，亚沙龙有没有被冒犯的？有。他怎么样的被冒犯之后，他怎么样的去处理呢？他被冒犯之后的危险状态，我们想一下。他就开始谋划两年要杀哥哥、长子、长兄暗嫩。到后来他们大收割的时候，他就邀请爸爸跟所有爸爸说，大卫王 的儿子，就是他的众兄弟，就到他那边去庆祝。爸爸可能哪可能会离开呢？因为这个大节庆，爸爸不可能离开耶路撒冷啊，所以爸爸他不去。他说：“爸爸，那你不去
这个众兄弟就请他们到我那边去了。那安嫩，至少安嫩也要到我那边去了。这时候他已经就要开始计划要谋杀他的哥哥，啊，这个安嫩就去了。去了之后，去之前，亚沙龙就跟他的部下说：“你就看我行动，喝酒喝到差不多了，我说杀安嫩，你们就拿刀开始杀他。”结果真的，安嫩被杀死之后，所有的这些弟弟全部跑光了。话就传到这个大卫王的耳朵，大卫说他听到说全部的儿子都被杀光了。后来有一个人说：“不是啦，只有长子死了，其他都没有。”就这样子，这个亚沙龙这个老三，这时候变成什么？排行第几？老大，因为大儿子被他杀了，二儿子早就死了，所以他变成最有可能继位王权的人。结果他逃难，因为他一定会被通缉。他逃难了多久？他逃到亚述，逃到三年。你看哦，他谋划两年，逃难三年，住在亚述。后来大卫王的一个将军约雅，他就求告大卫王。后来大卫王说：“好吧，就让我这个不孝儿子回来耶路撒冷。”他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两年都没有看到他的爸爸，所以他谋划两年，然后逃难三年，又没有看到爸爸两年，所以他这当中有几年没有看到爸爸？五年。后来这个将军约雅，这个大卫啊，这个亚沙龙就想办法，就去焚烧他的稻田啊，因为他的稻田，这个约雅的稻田跟亚沙龙稻田都刚好隔壁，所以就这个约雅就来找这个亚沙龙说：“啊，你干嘛烧我的农场呢？”他说：“我要求你去见我爸爸，去求告他了。”让我们相见。后来他的爸爸跟他见面了。见面之后，表面上是和解的，但是跟爸爸见面之后，他却在耶路撒冷的城门的两边的旁道，在那边就开始来拉拢人心，因为他们当时要有 不服的，要上诉的，都要在那个城门那边。结果每一个来，他就 想方设法说：“你看大卫王，你看 他有公平吗？没有公平啊！每个人他来的都跟他亲嘴，都给他们好处，他又拉拢了好多人。这个要干嘛？就是要叛变啊！”后来他真的叛变，一夜之间，一天之间，以色列百姓大卫王的军队死了两万个。哦，英勇威武，圣经记载说从脚到头都非常的俊美。哇，亚沙龙如果这样子非常俊俏，从脚底到头都非常俊俏，特别他头发也被表扬，哇，非常漂亮， 一头长发。结果他骑着马，他就这样飞奔的时候，他的头发就被勾在那个树上，就勾住了，那个马就跑掉了，结果他腾空掉在那个地方。约雅一看见这个叛变的，他就拿了三支短刀就过去就刺杀他。然后约雅他有十个侍卫兵也上去砍杀这个约雅啊，砍杀这个亚沙龙。结果亚沙龙死了之后，他们要继续追这个以色列百姓，那以色列军队，但是约雅就吹号角，叫他们说不要攻了，不要打了。原来最有机会能够继位 王位的亚沙龙却死于非命。他这个死于非命最前面的这个根源在哪里？就是他吞下诱饵，开始谋划要杀死他的哥哥安嫩。从那个地方开始，一步一步一步的让我们发现，
原来他最尊敬的爸爸，最权威的，也因为他自己的被冒犯而开始无视于他的爸爸，开始为非作歹。真的让我们可以想象，被冒犯之后，接着就开始想方设法让自己陷入危险的状态里面。请问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下一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好好的去思考，我们还有哪一些坎没有越过，我们冒犯或者是被冒犯这些问题，求主光照我们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如果有机会以后再说好吗？好，我们要如何胜过？那这边有几个啊问题，我们就去好好的去思考哈啊。这个被冒犯之后向下沉沦的步骤，冒犯他的目的与价值到底是哪一些？那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被冒犯？请我们起立来，一起来唱回应诗。每一天，哎，有一天，不要忘记有人爱我，那一天不要忘记。
爸，我们是何等的不堪，我们是何等的不配。想到过去我们的生命支离破碎，我们在人的面前要假装非常的勇敢，非常的完整，非常的完美，非常的厉害。但是主，我们的一生都在你眼皮底下，我们能够骗得了自己，我们能够骗得了别人，但我们却骗不了上帝你。主啊，你的温暖的双手就伸出来跟我们说，我的孩子，我等你很久了，我爱你。这个世界抛弃你，背叛你，但是我永远等着你。主啊，我们的一生都在你的计划里面。我们常常被冒犯，我们也常常冒犯。主啊，求你赦免。就好像在主祷文的里面，你告诉我们，赦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主啊，求你原谅我们，我们不知不觉当中的冒犯别人，主求你赦免。我们在有意无意当中冒犯上帝的，求上帝你来原谅我们。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决心和渴望，活出这样的生活，就是我们可以很诚实的说，在我们心里对任何人已经都没有疙瘩。愿生命得着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一生当中能够荣耀你。主，感谢你让我们更有力量面对每一天。感谢，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坐。愿天父阿爸父神的荣耀权柄能力威严，以及为我们降世为人定死在十字架上，使三天复活，在十字架上所流宝血耶稣基督的救赎、怜悯、恩待、慈爱，以及常常用我们说不出的叹息，在施恩座前为我们祷告的圣灵，他的安慰、造就、鼓励，常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请坐。